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讲的疗剂呢叫做毒芹 Scuta virosa， 毒芹，芹菜的芹，毒芹，英文叫做 water hemlock， 即是很明显一种有毒的植物来的。好了， Scuta virosa 毒芹这个疗剂呢是一个醫嗰啲比較嚴重啲嘅病，尤其對啲適合一啲年紀大嘅人同埋細路仔啊，呢兩種啊呢兩個年紀嘅人，年紀大同埋細路仔係比較處理一種嚴重嘅病，譬如痙攣嚇、發羊吊啊、痙攣啦、可能嗰、那個頸部啊同埋脊椎啦、啊，嚴重受咗創傷啊，頭部受咗嚴重嘅受傷。而出現的、有時候呢你可能看到一個、意外的現場，看到一個傷者呢是撞傷的頭或者脊椎呢是、受到撞擊，跟住呢他就在個地下那裡是好像發緊即係痙攣發涼吊、扭扭曲曲啊，挫下挫下咁樣，整個人都硬曬、我哋叫做、反張、曲弓反張，即係背脊成咗向咬嘅。咬晒过嚟嘅，个人成个人可以就变晒样嘅，即系觉得哇，个人可以个身体可以扭曲到咁犀利嘅咁样。咁而嗰、那个伤、者或者病者咧、可能咧就喺度大声叫吓、好似尖叫啊、大声叫啊咁样嘅吓。咁、呢种嘅情景咧，呢个疗剂就系毒芹呢个疗剂啦。好啦，咁毒芹咧亦都可以帮助有啲孕妇嘅妊娠嘅血毒症、子痫吓、即系孕妇嘅癫痫症吓。咁、但主要症状咧都系个人咧系扭曲到好犀利吓。咁、成个人扭曲晒吓。咁、另外一个情况就可能系嗰、那个
破傷風嚇，或者鎖，我叫鎖鱷，就 lock 咗係破傷風，可能踩到啲尖嘅嘢，踩到啲釘啊，踩到啲嘢咧，係出現好嚴重嘅呢個咁樣嘅破傷風呢個情況。咁當然啦，如果我哋踩到個尖鋭嘅釘啊或者刺咧，我哋第一個療劑咧就係嗰、那個嗰、那個金絲桃 hypericum， 咁第二個療劑咧就 lidum 係稻香，咁呢個係我哋嘅首選嘅。咁但係如果你見到佢嗰個病者因為受咗因為出現所類似破傷風踩到尖鋭嘅嘢，好嚴重嘅鎖鱷嚇，即係jaw 下嗰個鱷咧係緊曬咧咁，咁你要諗個療劑嚇，咁尤其是你見到個身體扭曲曬咧，咁個療劑咧就應該係毒緊啦，可能會比較好啲嘅。咁所以佢主要咧都係因為創傷之後出現嘅癲格嚇，或者係比較車撞親啊咁樣。好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可能好耐以前嚇曾經受過呢個咁樣嘅創傷經歷，咁跟住咧就有啲後遺症，咁遲遲都唔退嘅。咁如果你發現到呢種咁樣嘅情況咧，佢哋可能，譬如佢可能係食緊啲嗰啲抽筋藥啊、癲間藥嘅，咁你問診，你知道咧，原來個起源咧係因為佢曾經咧係受咗個創傷或者撞到個頭咧。咁呢種情況咧，無論佢呢個病咧係幾耐之前發生，這個創傷係幾耐之前發生咧，你都可以用呢個嘅療劑毒菌咧，幫佢解咗呢個問題嘅，即係可以令到佢嗰啲癲間啊、後遺症咧，可以咧係從此咧係可以清曬佢嘅。咁仲有一种情况之后咧，喺个孕妇生细蚊仔嗰时候咧，可能难产，即系生得唔系，即系嗰个可能阴嗰个盆骨太过窄啦，细蚊仔佢逼佢出嚟咧，逼到好耐好耐咧都逼唔出，咁啊头咧就俾佢箍住咧，箍到成个印都睇到嘅。咁呢种情况之后咧，嗰个细蚊仔可能以后可能出有啲唔同嘅症状啊。譬如出現嗰個視力出現問題可能有雙影呢啲咁樣嘅情況，咁你即係你發現咧，佢喺出世嗰時候咧，個頭部咧係受過創傷，喺個盆骨太隔咧係逼過一輪咧，咁你都可以考慮用呢個療劑咧解呢個嘅結嘅。好啦，咁另外一情況咧就係吞咗啲魚骨嚇，咁當然一般吞魚骨咧，我有好多簡單嘅療劑譬如個 hyposulf 啊、silica 呢個植其他啲簡單嘅譬如嗰個硫化鈣啊、hyposulf 硫化鈣啊，呢都係魚骨產生嘅。咁但係如果你吞咗魚骨之後咧，出現呢啲好嚴重嗰啲癲間嗰啲咁樣嘅嗰種咁樣嘅症狀，或者那個肌肉咧係硬邦邦啊，係抽嗰、那個抽縮得好嚴重咧，咁你要考慮咧個療劑可能咧係毒緊呢個療劑嘅。好啦，咁喺醫學上咧，我有幾種嘅情況啦。就一種咧，我叫做冇道病啦。冇道病咧，其實是一個舊嘅病名嚟嘅。今時今日我諗都唔會醫生用呢個症狀啦。咁冇道嘅病，顧名思義咧，那個病人咧就出現一種好似不受控制地嘅喐動啊、抽搐啊、僵緊啊咁樣。咁嗰、那個行路嗰時候咧，佢只腳咧可能擺嚟擺去啊，即係控制唔到。咁我哋即係早。我哋以前咧喺同佢療法嘅醫學咧，我就形容呢種叫冇道病嘅 chorea 冇道病嘅。咁我哋就會讀緊呢個療劑之一。咁當然另外一隻咧係 corsicum 啦 ，corsicum 咧柯性鈉咧柯性鈉啦都係呢個嘅療劑嚟噶啦好啦，仲有嗰種情況咧，我就 catalepsy 咧，好似發呆嘅。即係成個人咧就軟曬嚇，冇乜反應嘅，對外界冇乜反應嘅。呢個我哋叫 catalepsy， 我哋發呆症。咁亦都有一種咧就係全身僵緊曬嚇，即係但係個 catalepsy 咧係一種即係冇曬反應，發曬呆嘅嚇。個人咧就好似入咗局，唔知咩情況之下咧，個身體僵緊曬嘅。或者可能咧係僵緊喺某一個好古怪嘅症狀啦，咁呢個咧毒菌咧可以咧係處理呢種咁樣嘅情況嘅。OK， 好啦，毒菌咧就亦都有啲可以處理一啲發惡夢。
有睇咗睇咗啲睇咗啲惊嗰啲戏啊，紧张嘅戏咧，就夜晚发恶梦。咁啲小朋友有时会出现呢啲情况，咁咧就发现咧恶梦里边咧，发现嗰人咧俾人系施解啊，俾人俾人虐待啊，俾人攻击啊，咁呢种咁嘅恶梦咧，毒品都系一个疗剂嚟嘅。OK， 好啦，咁即系毒品咧可以对付一啲受惊啦，受惊。好似鸦片同埋女送果 Ignatia Opium 咧，都系处理呢啲受惊嘅。咁如果呢种嘅受惊系导致嘅出现痉挛啊或者癫痫咧，咁呢个情况咧，你可以考虑呢个疗剂嘅吓。嗱，其实癫痫咧系嘅成因咧，其实好多时候咧系第一系嗰个头部受伤啦，咁第二咧就可能咧系因为发烧啦吓，咁第三咧就可能因为受惊或者受悲哀悲伤呢个导致嘅。咁但系无论点好啦，咁遇到呢个情况咧，你都可以考虑毒品系其中一个疗剂之一嚟噶啦。OK， 好啦，咁仲有一个就系我头先佢有啲系嗰个脑膜炎或者脑炎、脑膜炎咧，导致佢神昏之余啊，个脑咧就系昏沌沌啊，个头咧就左摇右摆啊，瞳孔咧就系僵紧啊，或者系疑视啊，只眼望到定定，或者系斜视啊，甚至乎咧系嗰个lazy eye 吓，只眼咧就系斜埋一边，或者睇嘢咧就系开始出现嗰个睇嘢有啲模糊，有啲。干扰到或者眼睛咧，系不断咁抽搐吓、双影啊呢啲咁样咧，其实咧都可以咧考虑呢个嘅呢个毒品呢个疗剂嘅。OK， 咁仲有一个情况就细蚊仔磨牙。OK， 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可以应用喺呢方面嘅。咁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嗰、那个尿酸过高、尿毒吓、尿毒严重嘅尿毒咧。出現咧就係抽筋，記住抽筋係個重心嚟嘅，重心嘅表現嘅症狀。咁發現咧，原來咧佢係尿毒、尿酸過高呢種嘅情況咧，都係一個呢個療劑就係之一嚟嘅啦。OK， 所以呢個療劑咧係毒品咧係幾好用即係喺我嘅臨床上經驗上咧，我差唔多40年嘅經驗啦。咁我都過去咧，都時不時咧都用到呢種嘅遇到呢個情況咧，呢個療劑咧係非常之有效嘅。好，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呢个毒品，系咁多先。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